观众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完全可以通过地铁、高铁、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快速便捷抵达各个场馆。随着今年年底北京地铁11号线的开通，北京赛区所有的场馆实现地铁覆盖，北京京张高铁延庆支线从北京北站至延庆站不到40分钟，从延庆站乘摆渡车30分钟内即可直达延庆赛区各个赛场。延庆赛区内部11条索道为运动员观众提供高山交通的网络，从小海坨山山脚下的延庆冬奥村抵达海拔2198米的高山滑雪中心出发区仅仅需要30分钟。